妈，你的腿不带劲，来叫我来吧。哎呀，你们上班去吧，等着好好的干，别让人说。哎呀呀呀，你去。姐娘，走，赶快去啊！你咋到现在还没去啊？哎呀，你别提了，俺那老婆子叫我吵了他一顿，年龄大了啥都干不好，拖我的后腿。不能这样说。志根，我扫了洗碗，你俩喝着再走。哎呀，不喝了，大娘，气都气饱了，走。妈，我先走了。别往走，我跟娜来乱喝。姐，我跟你说，俺那老婆子真是……夫人，你不能那样说，你婆婆是长辈嘞，你别生气了。气老板，算多少钱？二十三块五，一共101.5块。嗯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钱不够。哦，没事的，阿姨，你先拿去好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哦，没事没事的。我来好了。老板，麻烦你了啊，忙一会再来。嗯，没事，大姨。婷婷，我越想越生气，你不知道俺那老婆子多烦人。天天啥事都要问，啥事都要管。哎呀，年纪大了，说两句你觉得说两句，也是为你好。年龄大，我可没觉得，他头上一根白毛都没有，只是个活儿，给我装干不动。一天天的，光知道找我吃饭了。婷婷，啊，那赶紧干吧，干完我还有事儿。哎，你呀、啊。的姑娘，把它别在你的发梢，捧在我心上。哎呦，喜宁，到点了，下班，下班。这热天晒死我了，回头都不来了。别呀，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能挣一个是一个。以后我多干点，咱俩做个伴。嗯，行吧。妈，我回来了，走咱上级理理发。上级理的发，搁家剪不就好了？我不去。妈，要不我给你剪剪吧。妈，叔叔你亮，你要回来。可是我牵挂的模样，让它改变我等着你回家的路上，好像我。妈，你看我给你剪的可好看。嗯，那去我吧。
给，穷到现在这么穷，谢谢妈。嗯，这风飞扬，如果有一天懂了忧伤，想着他就会有。 哟，几个给这住那好看，好看吗？妈，这事给你2000块钱，给。我呢，我一个，就你几个花吧。妈，咱都是一家人，不分你的我的，这样给你那放着。婷婷，我知道你孝顺，因为这句话，妈就记住了。咱家呢，和和睦睦的，这日子呀，才会越来越好的。嗯。 傻孩子，你们吃饭吧。妈，你尝尝我做的鸡翅。